好的，来高一点，来往右一点，好，手，哎，手，对，下巴抬一点，来换个姿势，等一下，三二一回头哈，来，三二一回头，好，来把马尾给他弄一下，这有点乱了，感觉。我跟你说，拍的超好看，真的，我一会儿给你看啊。我先过去了，快去吧，下一个。眼睛抬高，好。我现在难道不应该是个丑闻不断，连男朋友跟前队友都不能幸免的人形黑料制造机吗？哎呀，你对你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我是真的不习惯啊。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在大家的眼中可是个美强惨，大家都很心疼你的。你看啊，那这是你前几天在街上乱走的样子。我那天找不到黄甫爵，急疯了，哪顾得了这么多呀？就是因为这样，现在网友给你们解读的是。唐苏得知自己心爱的人出轨了他的对手，伤心欲绝。现在大家不仅怜爱你，而且还送了你一个痴情的人设。还有一个，我给你看，你连 slogan 都出来了：苏苏不哭，坚强独美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不仅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各种品牌方的代言、广告、商务全都找上你了。苏苏，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大翻身了。可是现在大家对我的好感都是建立在对黄甫爵的误会之上，我如果依靠这个来接工作，那也太不是人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这儿。那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不介意。不介意什么？不介意？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不介意？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又听不到那些消息。与其两个人一起翻车，不如牺牲一个，成就一个，这笔生意不要太划算了。成天就知道生意，生意。我本来就是个生意人啊。哦，不对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。小五，要不你别做他助理了，就当他经纪人，多给他接些工作呗，好不好？我去做饭。啊，苏苏，我也去。太小了。